去年十月份的时候，接获民众举报，在本辖三林区有疑似业者起到这个事业废弃物。那本分局接获这项情资之后，立即查办，确实发现严姓司机以及陈姓司机两名驾驶的这个大货车，是高雄市其他地区的，把这个事业废弃物再来本辖的这个三林区来倾倒。那因为这个地区的土地，它接近这个男子先妻，就是我们水源区保护地这个地址。那在今年四月份，我们发动了搜索，那在本市的仁武区以及嘉园，查获到蔡姓以及涂姓业者，雇用这个严姓以及陈姓司机呢，把这个事业废旧呢，运送到我们青山地区的三林区的来起造。那经过检察官侦办之后呢，发现这个蔡姓业者以及严姓司机，所犯的案情事证明确，那立即也当场，就是申请羁押，